求助你自己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
第一次见面看你，不哎呦，不哎呦，不哎呦！哈哈，第一次见面时就算三年，哈哈哈哈哈，对吧？啊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第一次见面就算三年，他没唱，他没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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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，你那首歌我唱过，《宁静的夏天》，那首歌叫《宁静的夏天》。今年主歌是真的，不是你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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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时的我们还很懵懂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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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还可以哒哒哒哒哒，哇！哎，马哥，你不要自己想不出来就不让别人唱的、啊，你给我唱吧，你在干嘛？我不知道说啥，随便，你在干嘛？你快点，你上去之前我会放开。这是什么奇怪的姿势？这是锁啊！现在好喘啊！我不是，我不是，我要是把它架好。啊，是吗？我真的是要把它架好。我架就好。好痛。我们球完了就我们球一次吧，刚才球啊。你这球重。我们球。好。夏天。啊？一张白纸什么意思？就是没有的意思。就是耍你的意思。什么？每一个都是这种，每一个都是这种无聊的东西，真的是。那我再抽一个。这次在白纸，我就好像就是。哎，因为粤语歌求助对方，求我、啊、有抽都没有抽是一样的。什么东西求助你们，还不如还不如我。你这不是废话吗？他会愿意告诉我们吗？不要哥，没有，给我想。我再抽一个。来，请。都用手机了还不行，那就是真不行。我得到第一名的是冲天猴子。穿天猴子。穿天猴子。Yeah! Yeah! Yeah! 头发。不是很厉害吗？不是很会爆吗？啊、不是很会爆吗？不是很会下下下下下下。胜利的穿天猴组合在奖励两个。啊呜！为什么？尿了。对，夏天。